中啦！这种地方超难钓的，都打钓哎！哦，这只不小哎，我几外拢给它打钓哎，下去我又没地方。哦，而且这个草是啊，草是有刺的。哦，这只有二五了。看看能不能直接从旁边弄起来，下去就麻烦了。哦，这是吃大麦虫的，这里很多洞哦，你不要让它躲到洞里面，躲到洞里面挂塞啊！刚刚已经躲一只断掉了，架上有就是这样啊，你要预防它躲洞。哇哇哇哇哇！感觉它想下去了，哦，这只超粗的，提不起来，靠！啊，你要喂？哦，好亮亮！哦哦，哇塞！找个地方看，找个地方看。哦，摩卡咯，哇，这只二八二九了，哇哇，拖啊！你有看那狗啊碎掉，一公尺的沟，有这种东西啊！哇哩嘞！哦，哎，摸完嘞摸完嘞，哦，透接啊透接，透接，哎呦，啊你啊喂！这边流龙九凶瘦啊，你看他们那个逆流而上啊，台风逆流而上都瘦了，中了、啊、这一只大概应该有二五哦，不怎么游，有没有沉沉我刚才要收这个刀的就好啊，刀好贴啊，输一定管收啊，不要让它钻进脚下这缝哦！哦哦哦，又开始软冲！哦，它又要冲！哦，不止了啦！靠腰，这只可能二七二八了，把它牵到下面去。哇，看那下骹。应该不用出动网子吧？哎，这次可能要网子了，抱腰，可能有点拉不动。哇哇哇哇！这是跟早上那只差不多了。你去给喊一下好啊。来来来，哎，我，哇，我靠腰，又冲出去，这时候最容易断。来，哇，是勾到的、哦，好像勾到了。哇，不要下去！哇塞！哇，好像勾到了，勾到塞啊！哇，又痛！靠腰！哎呦喂，这无惊，勾到塞，快掉了，快掉了！掉，这个提起来一定掉。哦，打到塞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正吃的啊，正吃的不是打到塞啊。啊，哇，你的这个，掉到二九了吧？
都29了。